統口罩，時尚、環保、法式優雅。法國的疫情持續，口罩成為了民眾的必需品。這款口罩是專門為民眾抗疫設計，百分百法國製造。法國總統馬克龍5月份到訪巴黎一間小學的時候，就戴上了一款深藍色的布口罩。口罩左上邊還繡有了代表法國國旗的紅白藍缎帶，極具法國特色。三層物料組成的口罩是由法國著名針織廠 Saint Clair 製造。口罩是通過了國防軍備總局 DGA 的透氣度和微粒阻隔測試，過濾率達 96% 以上，可以水洗，重複使用60次，非常環保。繼總統戴上此款口罩後， Saint Clair 公司的口罩亦都成為了參考產品，而這個口罩亦都被命名為總統口罩。